这是2020年杨颖和高圆圆出席一场活动时的合影。杨颖穿着一件纯白色的低领连衣裙，搭配上大波浪发型，烟熏感的眼妆看起来很是精致漂亮。高圆圆则是穿着一件大红色的吊带连衣裙，长发盘起来之后留下细碎的刘海，妆容淡淡的，也显得脸型非常的标致。二人的风格都是走的清纯路线，虽然高圆圆比杨颖大10岁，但气质依然略胜杨颖一筹，